为上次在家里洗澡洗得我觉得怀疑人生。好了，我们去洗澡了。好奇没来过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今天要帮你洗澡了。我刚刚正在探索这个新的地方，不知所措。我要去隔壁洗，先套上牵绳，先试一下水温。想跑？看，你要去哪里？看。哎呦，掉了！看脚，看脚，这个零食脚，这个脚看起来。你不喜欢？你走开！眼睛也一直看着别人家的狗，小心！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这个比家里方便多了，真的是。你这么开心干嘛？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啊，是不是因为有小伙伴陪你洗澡了？这什么东西？好像粑粑的。真像是还没有蒸的馒头。没有蒸的馒头。馒头机。好乖啊，天天。好乖啊，我看啊。天天爸爸。是，头都卡在爸爸身上。好了，我们来冲一下水，水了一会儿。给人家一点影子好吗？遮掉。先冲一下身体再洗头。有点冷。这比我上次用那个小杯子好用多了。怎么了？吃完好困呗。你想说什么？That's a girl? Yeah, she's a girl. Is she homegrown? Yeah, she's. She's very beautiful. Thank you. 你流眼泪了，我看你头这么大，啊？我们乖，我们洗一下头好不好？小心不要洗到耳朵啊！好乖。再次上线。托尼老师今天熬个什么造型？托尼老师先要帮客户先洗个头。干洗还是湿洗？现在是湿洗吧。这是干洗啊，湿洗就是躺在那个座位上洗了，干洗就是拿个水瓶滋滋在他头上。小猫耳朵啊，我说不要玩我了，我颜值没有了。好，把耳朵按。冲干净了吗？嗯。你想的好像别的品种狗。那怎么你保持个飞机好像长啥？他说耳朵。你从现在也哈。你就很丑。你怎么有个胡须弯呢？啊？我好乖啊，洗完。用我自己的毛巾。因为我们家
这个是强力吸水的。不是，因为爸爸是个洁癖狗。哦，因为爸爸是个洁癖狗。你现在才是留言狗哦。我看你现在是什么，你好像 X 战警里面的那个模型女啊，你怎么那么像 X 战警里面的模型女？哦，这么好，擦一擦脸好不好？吹干，洗完了给人家留坨屎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把这个洗的说人话了，哇，哇，是粪杯，这粪杯哪来的香音啊？不知道什么香音，这是有，你怎么这么皮呢？小皮皮，皮皮卡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么皮，它叫皮卡。这个朋友没电脑。洗完了回家晒个太阳。上次有小伙伴说吹完洗完又把脚弄脏，这次我特地给他整了一个长椅，嘿嘿，怎么样？好看？你看，看，嗯，好开心。嗯，好软啊，洗完澡好舒服。跟妈妈和工厂一起洗。嗯 ，OK。我来吸一下。啊，好舒服。我们刚晒太阳，我爸爸就干脆在旁边割割草好了。人家打草真的太可怕了。哦，快看。老嘎布，好吓人。嗯，不，应该不是青蛙，对，应该是老嘎布。我靠！说我晒得热死了，都困了我。脚脚也晒得很开心。你这个肉哦，我靠！哎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你看，这是终于没有太阳了，哈哈哈哈！晒死我了，哈哈哈！这个它头都歪的，毛都挤到了。你看他的脸都歪了，好搞笑！你这个样子，耳朵真的是这个样子，大家都很喜欢我的表情。Hello， 我转，因为歪头了。可是我好热啊，我晒干了没呀？为什么我的毛这么多啊？五分钟又五分钟。我看，你怎么那么爽啊？你像公园老大爷晒太阳一样啊？哦，不是，你是老大妈了。啊？欧卡妈呀，我叫错。欧卡大妈。
所以那现在是欧卡妈了。怎么那么爽？那我是谁？欧卡奶奶。嗯。晒一会儿啊。是连挤的。晒晒背。可爱。耳朵眨一眨。大家说喜欢看你耳朵。不是，好吧。他说我想跟爸爸一样吹空调。怎么了？耶耶耶！成功了。好了，OK，Go。